快手的家人们啊，今天出去抓鱼刚回来，鱼获非常丰富啊。教你们捡一下撒网，咱们从一开始啊就教你们，咱们这不是网吗？提着离开地面啊，右手一捋，然后呢先在原地啊捡成一个大圈，看看啊，捡网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在原地啊把这个圈呢给它捡出来，捡出来之后呢右手收一收，收成一个小圈之后开始开动门，离地30公分，拿起两个兜放到左手啊大拇指位置给它压住，压住以后呢开始捡，捡的时候呢也是离地30公分和膝盖位置差不多的时候，呈45度倾角角往上，看啊，捡到最后啊剩下1到2个兜的时候，用左手的中指离地20公分勾起一个兜，这条网呢是两指啊钓完兜4米啊断材小飞网，提着离开地面啊，顺势手腕一翻，一定要把这个网坠啊剪的呢全部裸露在外边啊，要包在里面很容易撒不开，撒的时候呢两脚站稳啊，向后一摆，往前轻轻一撒。喜欢的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今天晚上场外开直播，教你们怎么撒网，干就完了。